Tango 的舞蹈演员呢，同时也在演出一个有 Tango 和爵士混合的这么一个形式。那么也是在我们的多伦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剧场，这个就是以前叫的就是多伦多演艺中心的一个音乐厅里。那么，那5月28号，那么是就是 Kimberly 的一个钢琴独奏音乐会。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有造诣的钢琴演奏家，那么他这个演出呢也是为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募捐的一个公益活动。那么6月4号，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艺术节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活动，是一个就是庆祝音乐会。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poster 当中呢，我们有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人，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艺术家。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中西荟萃，我们也大量的演出一些加拿大的一些作曲家的一些作品，那么这里呢到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介绍。那么然后6月12号有两场，一场呢是青少年的就是23届的周年的那个艺术中心青少年管弦乐团的那个演奏会，那么在 CBC 演出。然后12号的晚上，那么也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获奖者音乐会，那么也是有大量的就是在多伦多非常有造诣的一些青年音乐家的一个显示。那么6月18号，那么有韩立和他的女儿一起就是一个双钢琴音乐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形式非常特殊的，而且是一个音乐之家的一个表演。那么然后是25号，那么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一个太极拳，那么是有表演和一些解说。然后呢，我们是有这边非常有著名的那个杜云峰老先生呢来表演这次演出。那么现在呢，就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活动呢，这个10场活动呢都是为那个 Sick Kids Foundation 的捐款的。那么我们都会在不同的这些演出当中呢都会设立那个捐款箱。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尤其从我来说呢已经是老年了，对不对？那么就希望呢我们的下一代呢能够生活得更好。那么所以另外呢也希望他们也喜欢音乐，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些喜欢艺术，所以在我们的艺术节当中呢能够把这个活动放在当中加在其中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意义，就是让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生活都比我们更好，因为希望他把我们那些艺术呢能够让他们能够继续下去。谢谢大家。现在
谢谢，现在在看哪一个？ Okay, okay.